下面这名网友也是自食其果，网友特技刚仔是个摩托车爱好者，在四川泸州各个路段上演过花式驾驶，厉害是真厉害，感觉危险那也是真危险，要么翘车头，要么站摩托，如此炫技拍成视频，成功吸引了网友点赞，也成功吸引了民警注意。一查不得了，这个人可不一般，00后，没有摩托车驾驶证，悬挂的车牌也是网购的假牌，罚款拘留一个都少不了。小朋友拿生命炫酷，真的一点都不酷。